讲讲当时吗？当时哦，当时爸爸说，你们那么爱唱歌，为什么不要去电视唱歌？结果我们真的去了，就把舞台奖给唱到终结。真的，我们是舞台奖终结，那我也是蝙蝠洞的终结者，是吗？你不是最年轻的吗？抖亮。老板不在，那个时候的老板不在，老板不在。好了，大家要一起唱好不好？我们也想唱。好，今天后面都是很厉害的合影天使，还有乐器也都很厉害。夏天的高潮。
前的微博，我们向远处出发中往事如烟，不要回首，承诺弥漫着音乐在我心里响起，无意开启滴在忧愁，谁知我心中你现在就安口，那我们后面怎么办？请慢慢等，真的要唱到十两点哦。已经唱到很感人了呢。哦，其实我们。